看这一题，他要你求这个的最大公因数跟他们的最小分贝数了。我们用辗转相除法，哦，这6035，啊，这是416，这是1416，啊，这是4567，啊，这是9减1是。八，那这是一，这应该多少？二，零，2714积一，2816是七，积一，2123，这是524，425，那这应该多少？这应该是用四，4520积二。4 8 9 10 10 16 17 07 17，那这应该是二吧？2714 3 5 8，那这应该是二。那我得10 16 17，这样就整出来。所以最大公因数是85。那最小公倍数就是6035乘以416，那除以最大公因数85，那就可以约分了。哇，这个一定会整出，这个一定会整出这个，就4165号除以85等于49，这刚好49。然后49乘以6035等于多少呢？295715。好，最小公倍数是295715。